我们这一堂要回答这个主题最重要、最实际的一个问题，也就是很多人关切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邪灵是怎么进来的？邪灵是怎么进入人的性情和生命？我要给大家的回答是根据经验来的。我不敢说这些回答非常完整，但我要列举七个会让邪灵进来的途径。第一个途径，我称之为神秘灵界的背景。换句话说，在你的家族当中，有人接触过神秘灵界。所谓神秘灵界，其实你面对的是一些假神，那些都是假的，也就是违反头两个诫命。两个最基本的诫命，一是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二是不可雕刻任何偶像来拜。各种拜偶像的形式都会给邪灵机会进入生命。上帝还特别提到，若是违反这两个诫命，他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我相信这个惩罚比较不是针对其他条诫命，主要是针对头两条诫命。所以如果你的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或其他直系亲属接触过神秘灵界的事，拜过假神或是偶像，这样你的生命就会有缺口让邪灵进来。你也许会说这不公平，魔鬼确实是不公平的，但你要知道，没有人会因为这个问题给你定罪，只有拒绝解决你才会被定罪，只有这样才会被定罪，了解吗？第二个途径是自己去接触神秘灵界的事。讲到这里，我们要读一段经文。英文有句俗话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，跟魔鬼吃饭的人必须用长柄汤匙吃饭。我告诉你，汤匙的柄再长，你都无法放心跟魔鬼吃饭。魔鬼最会得寸进尺，你根本一步都不能放松，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安全地接触神秘灵界。我要读《生命记》18:10-12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就是把活生生的儿女放进火炉作为祭物，献给异教神明。请注意，接下来这些事在上帝眼中是相同的罪，跟把儿女烧死献给异教神明没有两样。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，也不可有行巫术的、占卜的，就是算命的、观照的、用法术的、用迷术的、教鬼的、行邪术的、过阴的。这里列举得很详细，和神秘灵界相关的事都提到了。凡行这些事的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很多基督徒玩星座，以为无伤大雅。我告诉你，玩星座的人，按摩西律法是要处死的。上帝会这样审判接触神秘灵界的人。第三个途径是胎教的影响。仍在母腹中的时候所遭遇到的事，很多人在胎儿时期就有邪灵进入他们里面。最常见的原因是遭到拒绝。
母亲怨恨自己所怀的胎儿，也许她未婚让家门蒙羞，也许她跟丈夫的关系不好，不想再增加家庭的负担，也许经济上有困难，很难多养一个孩子。不管怎样，她就是怨恨肚子里这个小生命。要知道，腹中这个小生命对母亲的心态非常敏感。她不只是个胚胎，她是个人。这胎儿出生时，里面已经有了拒绝的邪灵。另外一种情形是，孕妇突然受到惊吓，突然被吓到，她心生恐惧，恐惧的邪灵就进入她里面。邪灵有两个选择，不是住在女人里面，就是住在胎儿里面。也许住到胎儿里面比较容易，了解吗？于是这胎儿出生时里面已经住了恐惧的邪灵。来看一处经文，大多数人不会注意到，彼得前书三章，这是给妻子的忠固。我想借此指出其中的一个重点，圣经中给为人妻者的榜样是撒拉对亚伯拉罕的态度，这我不会多谈，别紧张。彼得前书三章六节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，你们也是撒拉的女儿，只要你们行善。话还没说完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想做亚伯拉罕的女儿，必须抵挡突如其来的惊吓。显然，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。我帮助过很多人，他们需要得释放，是因为还在母腹的时候受到突如其来的惊吓。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，有一段时间，我全时间投入医治释放的事工，当时比现在投入的时间多。我注意到美国有个年龄层的人，很多都需要从拒绝的邪灵得释放。我开始思考，也许他们是在同一段时期出生，如果是，会是哪段时期呢？原来他们是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。如果母亲已经有六张嘴巴要喂，捉襟见肘，却发现怀了第七个孩子，她也许是个好女人，但内心忍不住埋怨要多养一个孩子，导致孩子出生时里面已经有拒绝的邪灵。好，时间不多，我们继续来看。第四，我再说一下，如果父母跑去算命，去找人算孩子出生之后的命运，孩子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就已经让他输在起跑点上了。第四，心理控制。灵魂和心理不一样，这我没时间多谈，但有很多人会去控制、操纵别人，使用所谓的心理控制。在今天的美国文化中，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母亲控制子女，尤其是控制儿子。有个犹太作者写过一本畅销书，书名叫《如何做个好犹太母亲》，其中一招是想让儿子在人前拉小提琴，光用罪恶感就够了。如果你了解犹太母亲，希伯来语说的犹太母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有个妇人在大剧院里面大声问，这里有医生吗？有个男人起身说，我是。他说，太好了，我有个女儿可以嫁给你。其实还有更夸张的，我认识一些成功的企业家、银行总裁等大人物，他们在情绪上一直长不大，因为仍然跟母亲的期待相连，属灵的期待从来没剪断，
母亲的操纵花样很多，有个母亲掌控家人的手段是，每次事情不如她的意，她就偏头痛发作，全家就得蹑手蹑脚，不敢说话，不敢出声，因为妈妈又偏头痛了。这位母亲并不自觉，但每次家人不照她的意思去做，她就会偏头痛。有两个词可以形容这个情况，就是主导和操控，每次遇到这两种情况就是邪灵作祟。第五，幼年时承受到压力。我发现幼童在属灵上和情感上的防卫还不够强，无法抵挡邪灵持续不断的施压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讲到一点值得我们记住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所以当父母争吵不断，关系不和睦，就会产生一种状况，自动让子女暴露在邪灵的影响下。我认为九成的幼童都无力抵挡邪灵的影响。根据我的观察，人受到邪灵的影响有八成是在五岁之前开始的。父母要为这种情况负责，了解吗？第六，一时的软弱。也许是情感的软弱，也许是身体的软弱。有个女人站在街角，目睹一桩严重的车祸，就接触到使人恐惧的邪灵。有个女人只有一个孩子，这是我实际帮助过的例子。儿子五岁的时候死了，从此她陷入忧郁症许多年。她向悲痛的邪灵敞开，那种邪灵的能力强大。有个女人正准备结婚，未婚夫却临时取消婚约，她陷入使人失望的邪灵，终其一生都活得不完整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在一个地方教导圣经，有个五旬宗教会的姐妹，她很属灵，就坐在第一排。我当时刚好提到使人失望的邪灵，我看见她的脸抽搐，整个人都变了，整个性情都变了，但她后来从失望的邪灵得释放。如果你把希望放在一件事上，结果没有实现，可能会因此暴露在邪灵的影响之下。还有一种是身体的软弱，我举个例子，我前面提过癫痫，癫痫有时是邪灵造成的。几年前有个女孩大约18岁来找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，她听过我的讲道录音带，她经医生确诊患有癫痫，需要长期服药，但她相信那是邪灵造成的。她来找我们想寻求释放，所以我和莉迪亚师母为她祷告。我们觉得邪灵离开了，但上帝似乎在对我说，你的工作还没完。我就问那个女孩，你的癫痫是怎么开始的？是身体受伤后才开始的吗？她说，对，我被棒球打到头，后来就开始发作癫痫。我说，肉体上的伤纯粹是肉体上的，但会为癫痫开门，了解吗？她脑部的伤就是她软弱的地方。我对她说，我相信邪灵已经出去，但我们需要把门关上。我和莉迪亚师母就按手求主医治她的脑部。三年后，我和她联络上，她已经不再服药，也没有再发作过癫痫。可见身心一时的软弱会为邪灵开门。
最后一个途径是罪恶的行为或习惯。你若持续某个罪恶的习惯，迟早一定会被邪灵利用。什么是罪恶的行为呢？比方有一次我为一个女人祷告，她看了《大法师》这部电影，她知道不该去看，却还是去，结果有邪灵进入她里面。她不得不承认她去接触上帝禁止的事，结果得到释放。又比如有个人去看色情电影，情欲的邪灵进入他里面，但若想得释放，就必须先承认这个罪使你开门让邪灵进来，了解吗？好，先把白板擦干净，我们要来谈最主要的重点，如何得释放。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，我要给一连串简单基本的步骤。我不是说每个步骤都得做，但我发现这些全都有关联。第一步，要谦卑，了解吗？为什么呢？看第二步你就会明白。第二步，诚实。人必须谦卑才能诚实。我常说，别用精神科的术语来讲你的问题是什么，就直接说，不要用一些新名词来形容你的问题。好，若是情欲就直说是情欲，若是恨恶就直说是恨恶。我常对女人说，责备邪灵要像数落先生一样，有话直说就对了。但这要谦卑才做得到，懂吗？你无法面对真理，除非谦卑下来。要记住，圣经都是把谦卑的责任放在人身上，都是说你要谦卑自己，别求上帝帮助你谦卑，因为这样他会羞辱你，让你不得不谦卑。要不要谦卑是你的决定。就像这样，如果你想寻求释放，迟早必须做出一个抉择，你是要面子还是想得释放。如果你觉得面子比得释放重要，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里吗？骄傲，没错。我常会想到阿拉巴马州一个医生娘，她是典型的南方女人。她听到我的教导后，就到前面来找我。她说：“耶光明牧师，如果我听得没错，如果我想得释放，可能会尖叫。”我说：“是有可能。”她说：“我所受的教养是，女人不能在公共场所尖叫。”我说：“假设你在河中浮沉，第三次沉下去时，岸上也许有人能救你，你会为了面子就不尖叫吗？这是一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溺水，或是抛开礼数，尖叫五分钟。我给大家的忠告是，把尊严放下，因为尊严会再回来。你得释放之后会更有尊严，因为里面不会一直在这方面挣扎。真的。关键就在谦卑。下一步是宣告你对基督的信心。我这里不写出你字，但你晓得意思，因为承认他是主，他就做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若认他，他就会来帮助我们，但我们若不认他，他就不会同在。第四步，为自己知道的罪认罪，所有知道的罪都要认罪。这行写不下，但要认的是包括自己和祖先的罪。有些人必须承担家族的问题，说这是我的问题，我认罪，我祈求赦免，即使这是你的祖母或姨母等等犯的罪。第五步，为所有的罪悔改。如果没有悔改，记不记得我们反复一直说的，没有悔改就不能得释放。
我在这里写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。经文里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你想蒙连续吗？那就要做两件事，认罪并离弃罪行。这是老派的做法，但上帝从来没有改变，懂吗？很多人以为如果不认罪，上帝永远不会知道。真的，我遇过很多这样的人，他们错了，上帝早已经知道。他叫你认罪，不是想知道你的隐私，他叫你认罪是为了向你施怜悯，懂吗？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上帝永远不会吃惊，你最糟最隐晦的罪，他都早已经知道，而且仍然爱你。可是你得要认罪，否则问题不会解决。再来第六步，斩断和神秘灵界的关系。斩断咒诅，这我们以后会讲，现在不多谈。退出神秘社团，尤其是共济会，很多严重的邪灵问题就是出于那里。这些问题代代相传，包括智障、瘸腿，各式各样的问题，这些事都要悔改，所以我一一写明。第七步，饶恕别人。所有的人，每一个人。丹巴山和我以前有个朋友，他是个兽医，他需要得释放，但他必须饶恕整个国税局才能得释放。那是他的问题，你们一定没有这个问题。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耶稣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你有责任要饶恕，不是等对方谦卑下来为自己的过错向你道歉。你饶恕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，而是为了你自己。我常说，饶恕别人并不是因为你很属灵或是心软，完全是因为对你自己有好处，就这么简单。第八，简短有力的一个词，赶走。这个我们稍后才会谈，被动完全起不了作用，一定要采取行动才行。最简单的行动就是开始呼气。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，灵和气是同一个字。我记得有个小男孩，当时是他母亲来找我，请我为他四五岁的儿子祷告。我问他孩子有什么问题，他说过敏。什么样的过敏？对食物过敏。他对什么过敏？他吃什么东西都过敏。我说，我要当作邪灵来处理，可以吗？他说好。我说，我需要跟你儿子谈谈。我用小孩子的话对他说，你里面有个不好的灵，他很像一股气，我要奉耶稣的名命令他出来，我要你让他出来。所以我说，奉耶稣的名时，你要把他吹出来。小男孩像当兵一样认真，我为他祷告。说完奉耶稣的名之后，他就开始吹气，呼呼呼，就这样而已。我不知道有没有效，这件事就交在上帝手中了。三天后，这个母亲回来要我为他祷告。哼，我问他，你有什么问题？他说过敏。我说，先告诉我你儿子后来怎样。他说，那天回家后直接走到冰箱那里，打开冰箱，把每种食物都尝过一遍，结果完全没有过敏。你看多简单，若不回转向小孩，就得不到这些好处。现在要谈怎么赶出邪灵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即使不明白邪灵是怎么进来的，重要的是要知道怎么赶出邪灵。谢谢。现在要谈问题出在哪里，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得释放？想投入释放事工的人特别需要了解这个。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得释放？基本上就是不符合条件。要知道，
释放不是在测试你的属灵能力如何，而是在测试人是否符合条件。焦点不能放在你自己，要放在帮助人符合条件，因为他们一旦符合条件就会得释放。你也许觉得自己渺小无力，但你代表的是得胜的基督。好，不能得释放的第一个原因，没有悔改。不肯悔改的人，不保证可以得着释放。第二个原因，没有迫切想要得释放。释放是给迫切想要得释放的人。我常说，等你迫切想要时再来。迫切想要，谢谢。没有迫切想要，总而言之就是被动。东方的异教尤其如此，会鼓励你心中要放下，了解吗？你常常需要去催促他。我再说一遍，基督给我们权柄去胜过邪灵，但不是去胜过人的意志。你不能替别人想要，那人必须自己想要。第三个原因，错误的动机。好，我要给的经文是雅各书四章第三节，这里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我们得释放不只是为了脱离捆绑而已，很多人想要脱离捆绑，但我们得释放是为了侍奉主，只想脱离捆绑而已，不符合得释放的条件。第四个原因，我们一面谈，你最好一面检验一下自己，自我中心。渴望得到注意。有些人不能得释放，是因为无法再成为注意的焦点。你会发现，有些人需要得释放，却一直不想真正得释放，因为他们内心贫穷，常遭忽略排斥，这是他们唯一能得到注意的机会。你会发现，被邪灵影响的人，多多少少都是自我中心的人。自我中心其实会招来邪灵的注意。有时你必须让对方决定，让他说你听得够多了，你自己要愿意得释放。如果你不愿意得释放，没有人能够帮你。第五个原因，无法斩断和神秘灵界的关系，包括除掉和神秘灵界相关的物品，了解吗？比如小佛像、护身符或幸运物，凡是带着迷信的东西，背后就有邪灵。摩西告诉以色列，你们若把咒诅的东西带进屋里，自己也会受到咒诅。大多数基督徒需要好好清除家中的废物。我自己有个原则，我家里不要有任何东西是对耶稣不敬或对撒旦尊敬。我曾踏出很大的一步，我从祖父继承了四幅很美的中国龙刺绣，是象征皇帝的五爪龙，不只有四爪。那几幅刺绣很美，这不是拿来膜拜的物品。但是我越想越不对，龙其实就是撒旦的形象，我不能在家中的墙壁上宣扬撒旦，所以我拿下这几幅刺绣。我必须说，我当时没有多想会怎样，没想到从那天开始，我的收入增加一倍。给你多一个动机。这不在我的计划内，
我当时也没有缺钱，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动机，但我确实注意到收入大幅增加，就在我把龙逐出家门之后。好，第六个原因，无法斩断罪恶的情感关系。有时你必须切断一切关系，如果那是罪恶的、捆绑人的关系，如果那是……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形容，我想用粘人来形容，就是开口闭口说爱，却没有真心诚意。好，第七个原因，受到咒诅。今晚我们会处理这个，所以现在不多谈。有些人受到咒诅，咒诅若不打破，就无法得释放。第八个原因，这里写不下了，不承认自己所犯的某个罪，比如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堕胎。刻意堕胎在上帝眼中就跟杀人罪一样，堕胎必须当作杀人罪来认。这不是我的决定，不是我定的规定，我只是在讲解而已。我帮助人得释放时，有时邪灵已经到了喉咙，就是不出来。这时要停下来查验一下。我记得有个16岁的女孩，母亲带她来，最后我对她说，你必须先认一个罪，这个邪灵才会出来。女孩终于承认堕过胎，她母亲根本不知道，这女孩一认罪，邪灵就出来了。看见母女两人互相拥抱，彼此接纳，实在感人。我认为这是个不变的原则。第九个原因，我需要重新用上面这里来写，希望大家别介意，下面实在没地方写了。我把前三条擦掉，再来是第九个原因，就是这个原因有争议，没有分别出来。借什么分别出来呢？新约圣经中有个分别的仪式，是什么？洗礼，水的洗礼。好，要记得以色列当年在埃及是靠羔羊的血得拯救，但他们是靠红海的水和埃及分开，是水防止埃及人跟着他们，埃及人只能跟到水那里。我认为不愿意受洗的人不符合得释放的条件，受洗不是一个选择。这和不同教派的教导无关，我只是要说受洗是必要的。如果上帝同意你不受洗，那很好，但我不会复议。第十个原因，这个原因很复杂，属于一场更大的征战。我写在这里，需要集体行动才能得释放。有些人，我称他们是撒旦的战场。撒旦不会放他们走，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怎样，而是因为而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意义。这我没有时间多谈。但有些人受邪灵影响，是教会要负起责任。举个例，我认识一个年轻人，他患有何杰金氏症，这是不治之症，只是拖时间而已。
他是一间教会的会友。当教会灵命兴旺时，他的状况就很好，没生病。当教会灵命出问题时，他就开始生病。后来撒旦进入教会，分裂教会，摧毁教会，他就死了。他身体的状况完全反映出他所属教会的属灵状况。是有这样的人，你没有选择。好，最后一个主题，麻烦帮我把上面擦掉，谢谢。如何持续得释放？我通常没有时间教导这个主题。我有个系列信息共六讲，题目是赶鬼与释放，你们可以参考这套录音带。最后一讲主题是持续得释放的七个方法，录音带里面讲得更详细。好，第一个方法，让耶稣做你的主。我通常会在释放特会结束时提醒得到释放的人，离开之前一定要在人生每个方面都让耶稣做主。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说，乌鬼离了人身，走来走去找不到安歇之处，于是说我要回到我的屋里去。他的屋里是指什么？就是他所附身的那个人。他回去之后发现三件事，里面空了，打扫干净还井井有条。问题出在哪里？屋子打扫干净很好啊，屋子井井有条很好啊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屋里空了，没有人住，没有让人搬进来住。只有一个人够强壮，能赶走你生命中的邪灵，知道是谁吗？是耶稣。哪里有耶稣做主，那里就安全；哪里没有耶稣做主，那里就不安全。在美国，你曾经傍晚六七点在外面开车要找汽车旅馆过夜吗？你找的是霓虹灯上的红字，什么字？有空房。对，看到这几个字你就知道可以进去。在属灵的世界中，你个性中的任何区域，只要没有完全交给主耶稣，就有红色霓虹灯高挂写着有空房。仇敌知道他可以进来住，当他进来时，恐怕还带着七个比他更坏的乌鬼进来。第二个方法，我简短扼要的写赞美一。圣经说，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赞美一，来代替忧伤的灵，对吗？当你赞美主时，是你在搅扰魔鬼，而不是他在搅扰你。我很快地解释一下。多年前，我还没投入释放事工前，只是在伦敦一间五旬宗教会牧会。教会中有两名犹太女子奇迹似的从恶国逃出来，两人信了主，又领受圣灵的洗。一次，我跟第一任妻子与他们一同祷告，他们深深相信赞美主非常重要，他们完全不会去压抑。他们说，在恶国连浸信会赞美主的声音都比恶国境外五旬宗教会还热烈，所以我们一起尽情地赞美主。这时有人按门铃，我去应门，门口站着我教会中一个姐妹，她牵着丈夫的手对我说，这是我丈夫，他刚出狱，身上有邪灵。当下我有一点措手不及，因为不知道怎么对付邪灵，但我不能拒绝帮助这男人，就把他带到我们刚刚祷告的地方。我说我们会为他祷告，这是很安全的借口，祷告总是件属灵的事，有时不见得管用，但至少听起来很属灵。我们就继续祷告，那两位二级犹太姐妹继续忘情地赞美主，这男人就悄悄地跟我说，这里太吵，我要走了。我当下回他一句话，没想到却讲对了，我说是邪灵不喜欢太吵，因为我们在赞美耶稣。你有两个选择，如果你现在离开，邪灵会跟你一起走；如果你留下来，邪灵会自己走。他说我要留下来。大约十分钟后，我没注意到什么特别的事发生，他却来对我说邪灵离开了，我感觉他从我的喉咙离开了。那次的经历证明了
邪灵有多厌恶我们赞美耶稣，只要你穿上赞美衣，邪灵就不会靠近你，因为他整不到你，自己就先被整惨。第三个方法，穿上上帝的全副军装，这是必要的保护。以弗所书六章14到17节，从12节开始，经文写得很清楚，我不再复述。第四个方法，靠上帝的话而活。马太福音4章4节说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不能靠感觉活着，这是最危险的做法。每次心情不好就会起伏，心门就会敞开。以下是 F 开头的三个英文字：事实、信心、感觉，必须照这个顺序才行。事实是在圣经里面，信心会相信事实，感觉随之而来。但你若是颠倒顺序，靠着感觉而活，就会失去你的锚，会像没有锚的船到处漂流。第五个方法，顺服上帝。还有呢？抵挡魔鬼。我写撒旦，字比较短。经文在雅各书4章7节。这两件事，哪件事要先做？顺服上帝。你若先顺服上帝，再抵挡魔鬼，圣经说结果会怎样？他会离开你逃跑。这你相信吗？可惜很多基督徒的做法相反，他们会顺服魔鬼，抵挡上帝。真的，有很多是这样。第六个方法，慎选来往的对象，这很重要。你和哪种人来往关系重大。约翰一书1章7节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，就会怎样？就会彼此相交。你不和上帝相交，就不在光明中。没有耶稣宝血的保守，耶稣的宝血只会在光明中洁净人。你总要与人来往，和哪一种人来往呢？是跟义人还是不义的人来往？保罗说，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。和什么样的人来往最能看出你的灵命景况？第七个方法，我看看还有多少要写啊？有办法都写上去吗？可以，服从纪律。不服从纪律，就不可能做真正的基督徒。自我的纪律、家庭的纪律、政府的纪律、学校的纪律、教会的纪律，有各种方面的纪律，不肯服从纪律就是叛逆。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叛逆的人吗？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说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你一旦悖逆，就会接触到行巫术的邪灵。纪律了解吗？今天很多人对这个词反感。要从纪律开始，了解吗？大多数基督徒会纵容自己，跟着感觉走，任意妄为，但你不能这么做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跟放纵自己的性欲一样危险。人不能任意妄为。第八个方法，这是最后一个，把耶稣摆在中心位置。了解吗？你看，起点和终点都是耶稣。约翰福音12章几节？31和32节。耶稣在这里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
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请注意这里的顺序，撒旦被赶出去后，接下来会怎样？耶稣会被高举，空出来的地方要用耶稣来填补。撒旦被赶出去后，会空出地方来，空出来的地方务必要填对东西，把焦点放在耶稣，别把焦点放在魔鬼，别让魔鬼曝光太多，这正中他的下怀。邪灵真的存在，就像细菌和病毒真的存在，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，好好去对付。但是健康的人不会一天到晚担心细菌和病毒，健康和细菌不能两立。不要动不动就觉得有邪灵。如果你是去比较守旧的教会，千万别跑到牧师面前指着他说你身上有邪灵，懂吗？这也许没错，但这样处理不对。今天我们的时间掌握得很好，最后我要讲实际的应用，谢谢。你不见得要做，很自由，我不勉强你。不过今天在座如果有人听了这些教导，根据我以上的教导，或是根据以前的经历，发现自己有问题，已经受到邪灵的影响，你人生中有一方面不是由耶稣掌控，也不是由你掌控，你的人生也许九成由你掌控，但有一成也许是你的脾气、思想，也许是你的性生活，也许是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人生有某一方面需要得释放。我想帮助你，老实说，我已经帮助过成千上万人，真的有用。我现在要帮助你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想要帮助。等一下，我要请你起立，做一个祷告，不是向我祷告，而是向耶稣祷告。请记住，只有一个人能释放你，他名叫什么？耶稣。你若想得释放，就必须来寻求他，没有别的选择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接纳你。这是我在大型特会中使用的方法。两周前，我们在纽西兰威灵顿的老市政厅聚会，至少来了2000人。这个方法对2000人管用，非常管用。我没见过那么多人在短短时间内都得到释放。所以我接下来要做的，我要来帮助你。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，给你一个机会来谦卑自己，来到耶稣面前，确定你已经符合条件，了解吗？我会带领你祷告，你要弃绝神秘灵界的事，斩断任何撒旦权势的联系，你要饶恕所有伤害你、得罪你的人，你要让自己脱离生命中一切的咒诅，即使不明白，仍要凭信心去做。然后你要来到耶稣面前寻求释放。当你做了这个祷告，也符合所有的条件，最后一句祷告词是阿门，好吗？说完阿门后，就别再继续祷告。祷告是很属灵的事，听起来很属灵，但你若一直祷告，邪灵就会一直待在里面，你祷告的时候他出不来。也不要说方言，说方言很好，但也有同样的作用，会把邪灵留在里面，就像救护车或警车闪着灯，鸣着警笛呼啸而过，所有人车都要退到两旁让他过去，邪灵出来就是这样，要让路给他们出来，把他们放出来，让他们出来。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所以不要只是被动站在那里，
等着事情发生，你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，就是开始呼气，把它赶出来。如果你有邪灵的问题，等一下你呼出来的不只是人的气息而已，这是你的目标。当邪灵出来时，你很可能会丢脸，你的举动可能不会很属灵，你若决定维护尊严和属灵形象，就达不到祷告的目的，这是你的选择。我建议你放松，把邪灵赶出去。我常说，魔鬼不是绅士，他总是不请自来，你必须把他赶出去，想尽办法把他赶出去，别饶过他，要恨恶他，恨魔鬼不是罪，不恨魔鬼才是罪。对魔鬼被动和漠不关心是罪。好，想做这个祷告的人现在就请起立，我们只剩三分钟了。现在我们要向耶稣祷告，他有能力释放，不是向叶光明牧师祷告。我要你说出下面这些话，这些都是我根据圣经所教导的话。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，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，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。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相信你为我的罪，并且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。我现在来到你面前，我现在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的怜悯，恳求你的怜悯和赦免，和赦免。我相信你会赦免我，我相信你会赦免我，并接纳我做你的儿女，并接纳我做你的儿女，因为你接纳我，因为你接纳我，我也接纳自己，我也接纳自己，是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的儿女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的难题，主啊，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的难题，邪灵的影响不断在折磨我，邪灵的影响不断在折磨我。主啊，我要符合你的释放条件，主啊，我要符合领受你的释放，领受你的释放。首先我下定决心要饶恕，首先我下定决心要饶恕每个曾经伤害我得罪我的人，每个曾经我现在都要一一饶恕，我现在都要一一饶恕。现在暂停一下，默念你需要饶恕的人名，在你心里念出来。我们继续祷告。主啊，我已经饶恕这些人，主啊，我已经饶恕这些人，我放下一切苦毒，我放下一切苦毒，一切怨恨，一切怨恨，一切恨意，一切叛逆，一切叛逆。我相信你已经赦免我，我相信你已经赦免，谢谢你的赦免，谢谢你的赦免。我也要弃绝，我也要弃绝一切罪的联系，一切罪和撒旦的联系，和神秘灵界的联系，和神秘和秘密结社的联系，和秘密结社和撒旦领域的一切联系，和撒旦领域的一切联系。我为曾经接触这些领域悔改，我为曾经接触，我现在要斩断这些联系，我现在要斩断这些联系。主啊，我的生命若是受到咒诅，主啊，我的生命若是受到咒诅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你在亲自成为咒诅，亲自成为，好救赎我脱离咒诅，好救赎我脱离咒诅，领受福分，领受福分，我要领受你的应许，我要领受脱离咒诅，脱离咒诅，进入福分，进入福分。主啊，现在我要抵挡，主啊，现在我要抵挡。在我里面一切的邪灵，在我里面一切的邪灵，那些影响我性情的邪灵，那些影响我性情的邪灵。主啊，我要告诉你，主啊，我恨他们，我恨他们，他们是我的仇敌，他们是我的，我不会与他们和平共处，我不会与他们和平共处，我不会与他们妥协，我不会与他们妥协，我再也容不下他们，我再也容不下他们，我现在就弃绝他们，我现在就弃绝。主耶稣，我现在奉你的权柄，命令他们离开我，命令他们离开我，现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，现在就把他们奉耶稣圣名，奉耶稣圣名，阿们阿们。好，不要再祷告了，我来做最后的祷告，你们把邪灵赶出去，开始凭信心把邪灵赶出去。主啊，我是代表你的仆人，今天在教会牧者的权柄下，我奉耶稣的名
辖制一切被弃绝的邪灵，命令他们现在就离开，奉耶稣的名，释放这些人脱离邪灵，奉耶稣得胜全能的名。我宣告耶稣基督是这场聚会的主，他已经打倒撒旦，他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。撒旦，透过耶稣的名，你在我们的管辖之下，你必须服从我们，你必须离开这些人，你别无选择。撒旦，圣经说你必须离开，你必须离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现在就得到全部的释放，脱离一切邪灵的辖制。圣灵的恩膏一旦降临，你可以摆脱一切邪灵。当圣灵收回恩膏时，要脱离邪灵就难多了。不要去管别人，别努力维护你的面子，等一下就可以恢复尊严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天父感谢你，主耶稣感谢你，赞美你的圣名。